就是那种千年白嫖怪，那他们免费的赞会不会给一个呢？不会不给吧？加什么饭？加什么饭？加什么饭？不能加饭，加一口饭，就一口。来了，宝贝，今天吃我妈妈做的毛血旺，满满一大盆，我还加了泡面，顺便拍一个封面。这种红油的菜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应该很少有人毛血旺里边放泡面的吧。每次都有人问为什么吃不完还要端那么一大盆上来，我真的很想告诉你们，真的不是我要求的，是我妈说你全端进去全端进去，我说我吃不了这么多不能端，我妈说没关系，你吃不完剩下来我们再一起吃，非得让我全部端进来，估计她觉得这样多的看起来比较好看，但也有种可能她会不会是怕多洗一个碗，或者怕你们说她虐待我就给我吃那么点。所以不准再说我了，有本事你来我家说我妈呀，不行你报警吧。哎，我妈给我做了一份降火的饮品，里面有龟苓膏，我妈真是龟一收他们家的铁粉。这叫黄桃，真不错，这样做不仅好吃还对身体好。这个天太热了，确实需要降火的，糖心蛋哦。你们吃得惯雪吗？其实它不就是好吃的豆腐吗？这是蒜做的肉丸子，感觉这个还是我妹妹很久之前做的，一直放在冷冻区。我妹妹的手艺太棒了。居然还有蟹排，
超过瘾啊，泡面和供销在一起。加什么饭？加什么饭？加什么饭？不能加饭。加一口饭，就一口。看起来好多，怎么这么不矜持呢？我就是纯属好奇哈、啊，就是那种千年白嫖怪，那他们免费的赞会不会给一个呢？不会不给吧？嗯，我们要相信世间有温暖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珍惜网络这顿缘。手机是不是又到了？再忙再累也要记得按时吃饭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